这个是27，就是6月27日夏尼的这个合欢。因为什么呢？本来好好的，本来就是开得好好的，因为撒了一点药，想杀死里面的那个孑孓蚊子，最后把这个帘子搞得很糟糕了，就是有的上面那个毛都不行了，就是说它不排水了，就是叶面它就进到水里面去了。这个也是，瞧，也是。这也是进到水里面去的，而且这个可能那个药的毒害使它产生一些问题。昨天喷的，昨天晚上把水舀出来一些，加了一些水。今天呢，准备等一下有时间，我把这个水完全把它倒掉，再加新的水，让它减少这个损害。应该活还是应该会活吧，但是这次受到了很大的这个伤害。所以不能在这里面喷什么药之类的，尤其是它还比较小的时候，对吧？这次损失很大，希望能够活过来，希望能够活过来。这个也是，就是说，从发了芽之后嘛，叶子两叶一新之后，也是跟那个一样，是7天了。这个也是里面加了一点，原来昨天前面就是加了一点这个肥料，用水养。就是试验看哪一种方法好，这个也是打了一些那个药，打了一些蚊子药，然后也出现问题。昨天把水给换了，希望能够活过来。它的生命力应该还是很强的吧。荷花是，就是6月27日开始下泥，这个就是我是用了5种方法来种这个荷花。这个是没用这个泥的，纯粹水的，这些东西可能是外面的那个风吹来的那个泥土。这个就是完全用水的，但是中间这一批荷叶经历了两个磨难，一个是就是因为就是喷了一些杀蚊子的药，使它们那个毛孔受到了一些伤害。那里几个也是受到了一些伤害。昨天晚上又有什么动物，不知道是鸟呢还是什么动物，把这些荷花，比如说这一个荷花全部拉出来，搞到地板上了，搞到楼板上了，而且把这一根也给搞断了，这一个搞断了，瞧，这搞断了，不过这个还是应该能活。这个你看，它完全是水，在水里面长的这个荷花呢，荷花它本来应该有个壳，那个壳就不可能被那个动物给搞掉了，这个应该还是能活，它到时候就发出来这个籽，这个叶子根啊，对不对，杆啊，它在里面发。这是用水的叶子比那个下泥的叶子就是要小得多，可能只有那里的三分之一的样子。所以它是虽然放了一点那个肥料，但是还是营养不足的感觉。这里就是本来是放了3颗，没有，总共是8颗那个莲子，有5颗好了，这里有3颗没怎么不行，我就放在这里用水浸着，放一点泥。昨天也被什么东西捞出来走了，不知道究竟是不是鸟，是鸟呢？鸟的可能性有一点，或者其他的动物。这个你看，这个就是用石，下面是石头。加一点点泥，这种做法来养这个荷花。中间也是因为用那个药喷了一些那个杀蚊子的药，最后把它的这个毛细都搞坏了，所以现在要再救一下。
中间本来我是用这样的东西抵在下边，昨天晚上被那个鸟啊还是什么动物把它搞出来了，这个还是它拉的粪，这个应该是香鸟，对，香鸟，这个也是的，昨天晚上。这个看来可能是鸟啊，这个爪子啊抓在上面，可能是大的，搞不定是海鸥哦。前几天看到海鸥在这里叫，落在这旁边。前两天，一般鸟不会有这么大的。这个就是纯粹的泥，纯粹的填土泥养的。这个是就是池塘泥，纯粹的池塘泥。这个是这个填土泥给把它给煮熟，填土泥用火烧了，烧开，最后呢就是里面的细菌应该全部搞掉了，但有可能把里面的有机物也给搞掉了，但它仍然能够活。而且从这个看来去，好像是这个比较纯粹，其他都有一点其他的颜色，就有点变，这个比较纯粹的颜色相对说来就好了。现在要把这个给拖起来，瞧这个怎么做呢，一个要浮起来，这我是原先放在里面的是这个动物把它给搞坏了，动物把它搞出来了，要把它重新装进去，就这样。这个浮子，这个泡沫把它浮起来，浮起来之后呢，但是有时候它浮得比较高的话，这样的话呢就是背面没水，所以我用这个纸，餐巾纸，可能渗点水到背面。其他的昨天把它弄出来的，再把它搞进去。好了，暂时说到这个荷花连续两天被什么动物来破坏了？据说好像就是前不久，就今天有那个海鸥，一群海鸥在这上面叫，在这上面飞，很可能我最怀疑的可能就是这个海鸥。你看，他把这个也给打倒，把这个也给搞出来了。你看这个下面，他在里面转。把那个我用来成就这个叶子的那个泡沫片都给抓烂叼出来了，这个也是弄出来了，这个它是踩在里面的，把这个叶子都踩在里面，我有好几片叶子，这个好几片叶子，至少四片嘛，现在变成两片了，这些混蛋混蛋海鸥在捣乱，现在可能是要采取什么措施了，什么措施呢？在上面围一个什么东西，把它围深一点，实在是气人啊，气人啊！荷花遭到这个可能是海鸥的袭击。你现在采取这个办法，一个是这个高一点，这个可能海鸥如果来还会，但是就是看一看吧，不知道究竟是不是。这些我就采取了其他的方法，用这个尼龙纸，那个塑料纸把它包起来，然后这些尼龙纸上面戳了很多洞，这样来保护。没办法，它已经捣乱了几次，所以只好这样了，只好这样了。瞧，哈哈，这花开了，哈哈，这么多花吗？瞧这个墨迹花，漂不漂亮？漂亮，漂亮，漂亮，漂亮。这些花苞也都快开了，实在是好看，非常好看的。我以为是那个海鸥把我们的这个荷花给搞
搞得一塌糊涂，但是好像不像耶。后来我做了一些防护，就是在那个火化的旁边用那个尼龙塑料纸把它围起来，但是仍然遭到了破坏。但是这个好像也没有，它可能爬不了这么高还是咋的，好像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动物一样的。他坚持一定要来，坚持一定要来的，这样他每天都要来，真是非常非常的令人气愤。从这个作案的这个情况来说，不像是个海鸥，对不对？不像是海鸥啊。而且这里有一个作案的这个痕迹，瞧，他到里面去了，同时他从里面又爬出来。这个你看，有四个爪子，这里有几个爪子，松鼠有这种可能啊，松鼠才这么厉害呀，但是又像是很大的动物，把这个也搞烂了，瞧，搞烂了，这里面也没什么东西，它好吃的呀，对不对？在干嘛呢？这个他显然把这个都搞烂了，从这里撞进去的。在这里面搞得这个水很昏，站的到处都是，你看。这上面都是，说明他在里面简直就是狂欢啊，气不气人啊？这个也是，这水在外面，说明他是从这里爬出来了，把这里扯烂了。唉，是不是晚上？不是白天，是晚上，是不是晚上？很有可能的。要搞一个夜视仪监视，瞧，这个是爪子踩在上面，不是脚，这个毫无疑问的是那个爪子留下的痕迹，这个是爪子留下的痕迹，这个你看这么多，也像是爪子，这有爪子这个痕迹，它站在这上面。他能够站在这上面，不是因为有那个动物常常来偷袭我的荷花，经常来。后来我就在这个旁边撒了一些，防止这个大动物来，包括松鼠来的一些颗粒，撒在这旁边。然后这几天天天下雨，下得很大，反正下了很久，所以这几天没来了，这个就又开始活了，活花。那个叶子死的，这个叶子搞死的，是上一次打那个杀蕨的那个药。在水面撒了一些，把它搞坏了。经过了一节，然后动物来，就是第二节，这火花不错。这个不明动物经常来破坏这个火花。搞得非常烦人。比较怀疑的一个是松鼠，一个是可能是海鸥，但是我今天看见有两只和平狗，他们都是嫌犯。但是不管它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走的，我现在不想天罗地网保护这个活花，就是这个活花它需要阳光，对不对？需要空气，这个都给它，对不对？也不，它的自由还是有，它长了我可以
到时候我可以把它高一点，如果它长得比较高可以高一点没关系，但是至少现在这一阵把这些不明的动物把它赶开吧，就是至少不能够进入。你要知道它把这个活花都扔出来，扔到地下来了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也是很辛苦，对不对？搞了一两个月，呵呵，不能就这样让它给摧毁了，那是不行的。所以我用这种形式把它做了这个网，把它保护起来，这样就可以高枕无忧了。高枕无忧，欣赏这个网吧。啊，终于可以高枕无忧了。这个是用水，纯粹用水养的这个荷花，看来是有点问题，是有点问题。那些已经长得很大了，叶子都很大，但是这个还是那么一点点。而且有一次就是被那个动物给完全认出来，扔到地下，有一根也已经脱掉了，那根也不怎么行了。昨天我已经准备把它移栽到那个池塘里面去做试验，就是这个。这些是因为这个动物老是来破坏，不知道究竟是飞禽还是走兽，所以我就把它这样的天罗地网把它罩起来，保护活花，保护活花行动。哎，这样一做那动物没来了。好，但是昨天我看到两只的和平狗飞在这个上面，但是它可能脚踩进去了，就是它当然进不了，进去就出来不了，对不对？松鼠还行，还能够跑出来。现在这个我把有一只就是托原来那里完全用水养的，一直被那个动物撕裂了，但是那个下面还有根，所以我用了一点泥土。昨天我把它泥土拌碎，然后把这个荷花，这一只荷花栽进去，这荷花是有根的，但是这叶子有问题了，叶子好像不太赢了，但是不管它，把它栽到这个种到池塘里面去。池塘把它放到这个池塘里面，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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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放进去，哇，这么深啊！哇塞，这么深啊！太深了。好了，终于放进池塘了，让这个荷花。这叶子有一点问题了，就让它在那儿长吧，看它怎么样，看它在池塘里会生活的好吗？这个池塘这几天涨了，就是下雨下得很大，下得非常大，所以这个水都是满满的，这说明这个地下水也已经很高了，它这个水也没地儿流。